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你听到的是钟表的滴答声，你听不到的是追逐梦想的呐喊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你看到的是一次次杠铃举起，你看不到的是挑战极限的意志。一枚，两枚，三枚，你想到的是夺冠后的鲜花与掌声，你想不到的是汗水和热血交织的拼搏。不管挑战有多大，我要做最强的那个。从全国冠军到世界冠军，还有谁？源自我对梦想的坚持，更源自举重队这个强大平台对我的造就。运动员和企业都要稳中求进，不一样的平台需要一样的稳。制造企业就选华为云。真稳。